这个看到很多新面孔啊，感谢你们来捧场，这个新老同学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吧。要偶尔的自信一下啊，自己鼓励自己一下啊，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我们的人不多啊。为什么不多呢？因为你们自己都不关心自己，所以是人家就不关心你。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最爱你，就是你自己。为什么呢？你这个死的时候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走啊，没人能替你走，并且呢在死亡的路上跟你在亲的人都不可能替你做任何的东西啊，你只有一个人走。不仅是我们在死亡之后一个人在走，实际上这一生的路都是你自己在走，只不过是你自己不知道，你以为你要依靠外面的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啊，这个古人说得好，你有再好的老师，实际上都没有办法教你。为什么？众生都是这个失心啊，这个自取。什么意思？就是你所有的人生的路都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只有一个老师，就是你自己内在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灵魂体啊，不是老师有多厉害，是你自己有多厉害，叫失心自取。就是这个是倒装句，就是心才是你的老师啊。从哪里去找到这个老师？是回到自己的字本字，回到自己的字的时候你才会找到这个老师啊。一个人一辈子就是你这颗心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活着的时候你活得怎么样。所以是大家要真正的来学生死的技术，这个不是了解我要怎么生，了解怎么死，不是，是掌握一系列的技术。这个技术之一就是要先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这颗心。为什么？你不找到它，你不知道怎么去启动这个和你生生世世在一起的这个灵。你不知道启动自己的灵，那你这一世就瞎忙活，白忙活。这个你觉得你自己很风光，你觉得你的人生路很精彩，实际上是糊涂啊，这个叫迷灯了，就像一个人失心疯了一样，觉得自己挺好的，实际上在别人眼里看你自己是一文不值啊，也不应该这样去走这样的路。所以今天这堂课程我们换个讲法啊，这个可以叫它新课程，也可以叫它是一个老课程。老课程是因为里面很多的技术方法这个还是那些方法，新课程是我们换了个说法，可能更和你这个生活你的人生更贴近一些。实际人生就两件大事嘛，就是一个就是生，一个就是什么死，就这两件事儿。这两件事都要达到同一个目的，就是生的时候你要活得像个人样子，活得开心，
生的开心，人生路，然后走出精彩来，不浪费此生。这个就是生的技术，就是有一系列的技术方法，你去掌握了以后，这些窍诀，那可以让你在活着的时候活得自在快乐，没有痛苦。那么还有一个技术呢，就是死的技术。有的人说，师父，那死有啥技术？不就那么两眼一黑，一蹬腿走了就完事了，死还有技术？这个死的技术实在重要啊。说是如果你能够每一天自己死一次啊，那么你熟练了这个死亡，那么你到死的时候就自在了。说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利用自己的每一天这个闲余的时间训练自己死一次。那么你天天死一次，第二天能够再活过来，那这个你等着真正的此生终结的时候，你死了以后还可以重生啊，乃至获得永生。这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训练两种技巧，一种就是活着怎么开心怎么快乐，一个是死之后怎么开心怎么快乐，叫生死自在，生死快乐。你们中间很多学佛的人希望死后去极乐世界，你咋那么笨呢？为什么非得死后去极乐世界呢？你为什么现在活着不在极乐世界里面呢？非得活着去受痛苦，等死了以后才去极乐世界？那你要学会一些技巧，然后使自己活着天天开心，天天就在极乐世界。那这是什么？这是可以训练出的一些技巧的。那么死后大家觉得很恐怖很担心，那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死的技巧。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死的技巧，每天都让自己死一次，死之后还可以自主，那你就不怕死亡了。为什么？你知道实际上死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只不过是你们每天不肯死亡一次，所以是你们就只能什么睡一觉。睡一觉不是死，叫迷魂颠倒，说是睡着了在那做梦，各种各样的梦境。古人说这个智人无梦，孩童无梦，智人无梦。你如果真的能够返老还童，真的达到智人生死自在的这个水平以后，你是没有梦的啊。所以只有人心死神活，我们每天训练自己死亡一次，是为了让自己从这个躯壳中解脱出来。我们人以为自己的躯壳是自己，实际上这个躯壳就是个布袋子，你们要去装大米，装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个 blast bag， 一个塑料袋子，一个布的袋子，你这个躯壳就是这么个布袋子。说以前有个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来到人世间示现的，他教人就是什么话都不说，他那一世教别人就是整天背着个布袋子走。别人说，师父你传我点佛法吧，他就把布袋子放下了。人说，师父这哪是佛法，你教我点吧，他就把布袋子再背起来走。一个放下，一个背起，是不是？你这个布袋子能不能把它放下，不用这个布袋子，不在乎这个布袋子，还是
活人背死事。师父教我的时候说，你知道你每天是死人还是活人？我说师父开什么玩笑，我活着呢。师父说，那你为什么天天背这个死人？我说没有啊，我这不是活着背上没东西啊。师父说，你参呢，你参悟一下，你为什么天天一个活人背着个死尸走？所以是老子说，吾之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们这一辈子不开心，这一辈子累，实际上什么？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活人背死尸，你为这个躯壳累。这个躯壳是什么？行尸走肉，它是个器皿，它是个东西，它是个布袋子，它不是你。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类堕落的原因，就是你认贼作父，认假为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这个躯壳，堂堂六尺男儿，然后这个躯壳是我，这个名字是我，张不生是我。你这样认为以后，你就完全颠倒了是非。实际上，这只是个布袋子，只是个器皿。真正能够使你的躯壳动的，是你这个躯壳里面的那个主人。所以是他是活的，并且他不死，他是永生的。那躯壳是个死的，所以这个就叫活人背死尸，行尸走肉。这个躯壳就是个会走动的尸体，会走动的一堆肉，仅此而已。所以大家要掌握生与死的技术这门课程，那么就要重视找到自己的那个真主，找到自己那个真我，找到那个自己的真主人。那么找也需要有技术，不是说我这样啊，老师一说，哎，我大概懂了，似懂非懂了，那就是这么回事，这不是这么回事。我这八年教学了啊，今天想给大家一些新的讲法，来的人并不多。这八年跟我求学的人，大概我们在册注册的有1500多人。那为什么讲到生与死的技术的时候，没多少人来听？特别老学人、老学员，那就是这个问题很严重。正是因为看到问题严重，我们才换个讲法，但是没人来听。为什么不重视生死？糊涂啊！你一辈子你在玩什么东西啊？你不就两件事，生跟死吗？你搞定了没有？你生死都没搞定，那你再去搞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你这辈子来不就是要弄个明白，我为什么要活着？哎，我死以后会怎么回事？你不就这么两个字吗？居然这么重要的课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那就是说大家糊涂到家了，阴阳颠倒到家了啊！我们叫蠢的到家了，傻不傻？真傻。应该搞的事情不搞清楚，不该干的事情，今天去老师好不容易开心课了，在我们原本是说锁定你听，就今天这么几个小时听完了就没有了。后来我一看不行，算了，今天这堂课还是给大家开放，下一堂课就真锁了。什么意思？就你听就这两个小时，再不听就没有了，让大家珍贵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放在网上之前随便听，大家就不珍贵？为什么？反正我想起来我就去听，永远在那儿。导致个什么这个事情产生呢？就
到死他都不去听。以前师父代课就这样，我记得我跟大家交流过，我的师父熊春锦教授教我的时候，就说一遍。有一次我学一个九天雷符，然后这个师父在这个我不注意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把那个咒语念完了，念完了我说哎，这个很重要，哎，刚才没听见，没听见，我说师父，你再说一遍，你刚才那个九天雷符的咒语是什么？师父说我没说啊，我刚才没说啊。我说你刚才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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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天那个，你再咕噜一遍。师父说我忘了。没有第二次，真的就不教你第二次。所以后来我在我师父跟前养成了个什么习惯呢？就是耳朵特别灵，心特别灵，就是过耳不忘，过目不忘。这个有的时候在师父身边，那几年师父经常见客人，有时候我还要在电脑上做一些事，我正面在做着事情，耳朵在师父那儿，为什么？听他跟那个人讲什么东西，偷师学艺啊，这个驴耳朵很长啊，这个在师父那儿，师父跟人客人在说，哎，我这边坐着一心二用做着事儿，那边师父讲的我也学会了。这是什么？好道，就是你真的好生死这个事情，你有这个内在里你想真正搞明白这个事情，那就不会错过机会。说是我们以后也慢慢训练着，不给大家 DVD， 不给大家录音，也就是讲过了就没有了。那这样就是大家就什么，就可能珍惜上课的机会，珍惜学习的机会，否则就害了你。不要紧，有时间我再听，有时间我再听，有时间我再去看，结果你一辈子没时间，这就害了你们。懒惰，这是自己体内那个因我，我们体内有三个我，一个是真我，那个是真正的你自己，是先天的一点灵，灵化出来的自我，这是真我。那么我们体内有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阴性的聚在一起变成了阴神，阳性的聚在一起变成了阳神。阳神呢，这个主张善好，那么阴神主张恶，主张坏。说我们每一个人是好人是坏人，实际上大家都不用去分辨，我们每一个人既是魔鬼又是天使。为什么？这是必然的。你没有把自己修到真人的水平，阴阳都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好人，有的时候就是坏人。世人都是这个样的，没有不同的。所以是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好的时间长就是个好人，不是。你只要没回到真的那个水平，没有真我历练做自己主的时候，你就是个阴阳人，你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所以说我们古人叫求真，求这个真，做真人的方法，求到了以后去修真练真成真，最后自己成为真人。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是假的人，是长着人的样子不做人的人。你是个阴阳人嘛，我们有个成语叫两面三刀嘛，你在这个人面前你是善的，在那个人面前你是恶的，你不是两面三刀，那你就不是个人呐。
所以说我们只有做回真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离邻，主持自己身体内的世界与身体外的两个世界的真主人。我们在佛教里面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叫做正报世界，正是正确的正，报是这个果报的报，报应的报，叫这个正报世界。我们身体之外的世界呢，是我们这个正报世界这个肉体依存这个外在环境而生存的世界，依靠的世界。所以说我们身体外的世界叫依报世界，依是依靠依赖，报是果报。人家家里住豪宅，这是他所依的环境豪华庄严，依正庄严，这是依报世界庄严。你的家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蜘蛛网，东西堆的到处乱糟糟，这是依报世界乱糟糟。为什么依报世界会乱糟糟？人家的依报世界会依正庄严，谁的过错？还人家有钱，人家有社会地位，假的。人家的内在世界，那个正报世界依正庄严。释迦牟尼树下一宿，你看他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正报世界依正庄严，他所依赖来遮风挡雨的那棵树，就是他的外在的依报世界，也是依正庄严。内里面无量光明，外世界也是无量光明，所以它不在于外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做装修，这个空间里有什么东西才是依正庄严。这个正不是你们今天认为的富丽堂皇，这个正是止于一，止于一。一是什么？一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它叫明德，是一种德，道德的德。这种德它是一种能量，叫德能。什么叫德能啊？就是你们今天说的太阳能啊，这个核能啊，热能，各种各样的能，这个就叫能量。说是依正庄严的这个正字是止于一，一是德，它的相是透明相。什么叫透明相？这个矿泉水它是明亮的，它是透明的，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对面是什么，这叫透明相啊，透明。所以它叫明德，明是明空透亮。哎，这种德能依正才能庄严。你如果是依靠这种透明的这种明德能量而止，那么你就是在庄严里面。说刚才说释迦牟尼树下一宿，依正庄严，正报世界依正庄严，依报世界依正庄严。我们不管是在豪宅里面还是在普通的祖屋里面，你很难做到依正庄严。为什么？你是被外在的物质所欺骗。我家里要这样我住着才舒服啊，我家里乱糟糟我也觉得挺舒服，实际上是不舒服，不够正。为什么灰尘满地啊？为什么屋子里到处肮脏啊？那叫明吗？那不叫明。所以大家要重视，我们人活着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要做好两个世界。在我们这个传统道文化里面，
叫参透内外两重大天机，就是你内在的世界是个世界，记住这个躯壳它由三层楼组成的，颅脑腔是一层在上面，下腹腔是一层在下面，中间一层是在胸腔，颅脑腔、胸腔、下腹腔，说你这个世界是由三层组成的。那么在古代呢，头叫天这一层，你的腹腔这一层叫地这一层，那胸腔这一层叫人，又叫中道，就是天地间的中，这个中道这一层，中道这一层呢，那么里面对应着我们的医报世界，是指的天和地的中间。我们上面头顶天有28星宿，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日月。脚下的大地，地球，地球表面下面是一个世界啊，有这个我们有时候下到溶洞里面，你知道那里面是空的，借助现代科学你知道有地幔啊，有地壳，有地幔，有地核，地球也是好多层次的，说是也是个世界。受古人重视的内世界，也就是我们的正报世界，他看到的是一重天，一重地，一重众生界，也就是天地中我们的这个胸腔里面对应的天地间的这个世界。那你内世界是否一正庄严，是否明明得了，颅脑腔是否透明了亮了，胸腔是否透明亮了，下腹腔是否透明亮了，哎，这个内世界就明明得了，哎，你就一正什么庄严了。内世界一正庄严，那么外面的世界，我们依托这个正报世界，这个肉身依托它生存的这个世界，在小世界的这个范畴里面，一重天，一重地，一重众生界。那么通过内文明，内明了，就可以达到这个内成外就、外明的这个水平。说师父不可能吧，我里面充满无量光，这出去还不是黑咕隆咚，怎么可能就大放光明了？实际这个明是从来不会不明的，没有东西可以使它改变明的性质，只不过是因为地球的自转有黑天有白夜啊，有黑夜，有白天，有黑夜。说是你认为现在外面是不明的世界，你把白天有太阳明晃晃的世界叫明的世界，这是什么？这是人规定的。说是去人欲，存天理。我们真正的要解决生与死的技术的问题，你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知见立知，是谓无明本。什么叫知见立知？就是你们给很多东西定了名了，定了名之后呢，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是白天，那是黑夜。所以是老子在他的经典中说，明可明也，非恒明也。什么意思？这个我们把这个里面中文叫水，英文叫 water， 马来文叫 I，
那么这个水是这个东西吧，那是你中国人定名叫水是这个东西。如果当时的时候你不叫它水，把它命名为另外的东西，那它的名字是可以是另外的。所以人家英国人就没把它叫水，就叫 water。 马来人呢也没把它定名为水，那叫埃。但是我们往往我们被自己定下的名所害，去争论说你那个 water 不对，这是水，你的 I 不对，这是 water。 这就是什么，不是这个恒明的水，永恒不变的水，永远是这个样子，是清亮的，是可以喝的，可以用来洗澡的，可以用来浇花的。这个东西没有名，是人给它起了名字之后它才有了名。所以是你不要被这个名所局限，你记住这个东西就好了。你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东西拿来喝，你管它叫 water 还是叫 I 还是叫水，你拿来喝就行了。真的要解决一个生跟死的问题，智慧者第一个问题要解决，打破一切行名的束缚，打破一切对跟错、丑跟美的束缚。有了这善才会有恶，有了美才会有丑，有了对才会有错。所以说我们人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和见解，然后固化了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在这个阴阳间被这些阴和阳牵着走，导致了我们这一生没有认知实相。释迦牟尼一辈子没有讲经说法，这是他在经中所说的。如果有人说我讲经说法是为谤佛，什么意思？释迦牟尼一辈子没给我们定下一个规矩，这样对那样不对，这样好那样不好。你看在佛经中没有说这样的概念，为什么？名可名非恒名。不单释迦牟尼这个样子，那老子也是这个样子。老子一辈子没有知识产权，没有版权，只是述而不作，述是描述，没有创作，没有说这是我孔子规定的，你们必须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就是不对的。他只是描述，述而不作，不创作。所有的圣人，耶稣基督述而不作，是圣经，是后来他的弟子记述夫子的言语成的文字。佛经也是这个样子，老子是被他的弟子逼得没办法才留了一部文字五千言。你叫他道德经也好，叫他得道经也好，叫他老子五千言也好，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现在有人争说，哎，他原本就叫道德经，他原本就叫得道经，原本他就叫老子五千言。你是胡说八道，老子没给他起名，那是后人才给他起的名。说大家为这个名就争了几年，争来争去争不休，傻不傻？真傻。所以说我们活在一堆的概念里面，活在一堆的对错善恶美丑之间，你失去了实相。释迦牟尼一辈子没有讲经说法，他的弟子后来问他说，那师父你这说的都是什么东西啊？讲经说法49年，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释迦牟尼说，
我一辈子只讲了两个实相，一个就是生命的实相，那就是一正庄严的正报世界，你这个人是怎么个东西，是怎么回事，人死了以后是怎么个回事，会变成什么东西，这不是释迦牟尼让你变猪变狗变恶鬼的，哎，这是因果循环的因果法则，不是释迦牟尼规定的。有的人说这个我们现在不愿信佛教，我们要去信耶稣基督，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佛教，这个佛教不好，他们创造了地狱，创造了这个六道，这个还要去做畜生，还要去做恶鬼，还要去什么，他说释迦牟尼创造了这些东西，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东西，这哪里是释迦牟尼创造的，这是原本宇宙间生命轮回之实相，就是这么回事。你拿东西，一会儿用那个面布袋子拿东西，一会儿又用那个麻袋包拿东西，一会儿又用那个 glass bag 拿东西，那个袋子换来换去，东西还是那一堆东西。你躯壳里无非是有灵魂，装着灵魂，灵魂它换了个躯壳，一会儿换成人，一会儿换成狗，换来换去，那个外面那个袋子换了好几次，里面的东西还是那个东西。释迦牟尼就说了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他会换壳，换壳是怎么换的，把这个规则告诉你，你这样做就会换个畜生壳，你这样做就会换个地这个恶鬼道的壳，你这样做可以换个天人壳，这是他看到的，这是他描述的，这个在释迦牟尼之前早就这样存在的，不是他说的，不是他规定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这么细说六道轮回呢？他也说了，他也说了，他说有鬼啊，在圣经上他驱过鬼啊，啊，鬼到了人的身上，耶稣驱鬼，结果那个鬼又跑到那些羊的身上，那些羊然后就跑到悬崖里面摔死了，悬崖底下摔死了，这就驱鬼完成了。他一讲鬼啊，咱不讲鬼啊，哎，他一讲炼狱啊，你死后可以堕炼狱啊，是不是，这不就地狱吗，地狱里有火叫炼狱啊，那他一讲这个天堂，讲乐园，讲永生啊，怎么没讲啊，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啊，只听那些什么传教士讲来讲去，你自己没有好好学习耶稣基督的东西，圣经里的东西。就到这个时代，我们作为生与死的技术的研讨学习者，你们要摆脱很多很多的束缚和捆绑，你们都被很多东西捆住了手脚了，捆住了翅膀了，捆住了自己的大脑，变得愚钝没有智慧了，你们自己给自己贴了标签，我是佛教徒，我是道教徒，我是天主徒，我是基督徒，没得因佛教，没得因道教，这是你自己贴的标签，并且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固化这个标签，说哎，你不这样你就不是佛教徒咯，你看你都不像佛教徒咯，佛教徒是什么样的，佛教徒不叫佛教徒，那才是真的佛教徒，为什么，那释迦牟尼告诉他一辈子教你个什么东西，太简单了，他就是说哎，你是佛，你回去做佛，就这样，很简单的，他一辈子就教了这么个东西，然后因为你不肯做佛，他又讲了很多东西，回到核心上，这不是我释迦牟尼是佛，是你是佛，你是佛你回去做佛，
你不知道怎么做佛，我教给你怎么做佛。佛是什么东西？佛不是个东西。以相求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你觉得你自己变成金晃晃的一个大佛了，中邪了，中魔了。你觉得你见到一个佛，他厉害，你不厉害，你中邪了。以音声求我，以相求我，世人行邪道。那什么是佛？你离开了受者相，没有老师，没有智者，没有尊者，离开受者相，离开人相，离开我相，你要达到无相的时候，你就是佛了。若见诸相非相，实见什么？如来。你说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那就是佛。你中邪了，我告诉你。如来是空性的，是大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的。你觉得你戴上念珠，穿上袈裟，然后摆个架势，这就是佛教徒？你中邪的佛教徒，你不是真正的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可以什么都不显什么像，连一句佛号不念，连一句咒子都不念的佛教徒，坦然安住自己在无量光中的空性正见。尘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扰动你的如如不动心，那就是真的佛教徒。所以说我们今天装模作样的一些法师，装模作样的一些佛教徒，是中邪了，是误入歧途的佛教徒。不光佛教如是，道教也如是。穿着什么袍子，敲着锣，打着鼓演戏，我这就是道教徒，中邪了。为什么？老子的道不是这样的道。老子的道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你有一个道的像，就不是道了。你这是装模作样的演戏，是不是？你这不是真正的道。道尽虚空，变法界，乃是无量的光。是不是？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老是要换个说法？我是这么多年讲学，我发现有些人中邪了。我不得不回来换个说法把你唤醒了。你不是个东西，你不是一个什么图，你自己要做回你自己本来的自己，本来的自己无相。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换出种种相来，即便是在人道，我又是个儿子，我又是个老师，我又是个学生，我又是一个父亲，我又是一个朋友，说我有多少相啊？当以什么相现，现什么相而度化之。我在儿子面前我就得是个父亲，我在母亲面前我就得是个儿子，我在公司员工面前我就得是个总裁，赚钱给他们花，我必须的。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能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你永远当一辈子儿子不当父亲，那人类就绝种了。你永远当学生你不当老师，那这个薪火相传就断了。应当做什么样的，在什么场合应当做什么人，就去做什么人，这就无不像了。说你必须不是个什么东西。我以前在中国遇到一个市长，他是个哭诉啊，我就讲了人应该怎么做人，就是在不同的场景你要变化成不同的身份。
然后他就哭了在那个地方。我说哎，不好意思市长，我怎么得罪你在那哭？他说哎呀老师，我早认识你我就好了，我要想办法让我那个前妻跟你见个面，他已经离婚了，离婚了。这个他离婚很有意思，是他儿子逼着他离婚的。儿子离婚通常离婚都是跟着妈走了，这人家儿子选择还小十几岁的儿子跟着爸走干嘛呢？我说那你老婆做什么？他老婆做典狱长的，典狱长就拿着鞭子在那个监狱里专门敲打犯人的。那个家伙你不好好改造啊，我再关你几天。那个家伙你这个怎么呢，整天拿着个鞭子就是管教犯人的好吗？干年代久了以后把家人都当犯人了，回到家里就审老公，你这个市长今天干的怎么样。而儿子做对了也是错，做错了更是要挨揍，这一家鸡犬不宁。为什么？这个叫错乱，时空错乱。你下了班了，你是人家老婆，你搞错没搞？赶紧给老公打洗澡水去，洗脚水去，赶紧做饭下厨房去，赶紧给儿子做饭吃去。你有没有搞错？你是人家老婆，你是老婆不干这些事，你做人家老婆干什么？结果天哪，他比市长官还大，指挥着市长给我打洗脚水，哎，你不干不干我就骂你啊！一家鸡犬不宁，孩子也被当犯人管着。哎，给你十块钱，你是不是今天给我偷着买什么东西了？这个叫职业病，实际上是没有智慧的人没有还原自己空性，你什么东西都不是，你在不同的场合你就是那个角色，一定把这出戏演好。人生它就是一出戏啊，你每天就在不停地变换角色啊。是在佛教里叫我们自己是什么？我自己是空的，我什么都不是。那现在需要我在什么场合扮什么角色做什么人，我就赶紧就位。人生本是一出戏，这就是一个幻化的世界。我们做菩萨的做佛的原本就是一种空性无我，顺应着众生度一切众生，帮众生解决一切的苦难，因为有你那个人没痛苦了，因为有你这群人没痛苦了，因为有你别人心安理得了，别人开开心心了。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无我的角色，是因众生有种种求，我就满足众生种种需要，是一个活泼泼的佛，是一个活泼泼的道者，是一个活泼泼的先知。不是因为你出现别人都要山呼海啸下跪顶礼膜拜，那不是佛。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没有让大家这个样子，那是装佛装神弄鬼的人，那不是真佛。真佛在世间处处显示无我的空性，这就是一个在涅槃中的一个得道者的样子。他没有自己，没有我，是因众生的种种需要，我化身成种种的形象来和你做友伴做朋友。就是这就是什么我们大家要重视的，去掉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的定义。你们中间有很多是老板，有很多的是高级的公务员，为什么你们有种种的痛苦？就是因为你们有一个我，有个我就有我喜欢我不喜欢，我要我不要。如果你是那个真正的空性，这种空性里面要满满的充着正向的能量，这就叫明德，这就叫正，正法的正。什么叫正法？
这就是正法。基督教徒能够这样无我的去划线种种角色利益大众，你就是正法。佛教徒你能这个样子无我去 follow 恒顺众生，你就是佛教徒。老子的徒弟更要做到磊磊落落，坦荡荡，没有自己，充满着正能量，谁见到你都充满着一股子活力，一股子新鲜的味道，那你就是道。道生之吗？你能生啊，你到了哪里，哪里都生起来了，哪里都旺起来了，哪里都活起来了，那你不是道，你是什么？结果你们一出现，一排死相，没有人敢跟你说笑，没有人敢跟你说事，没有一个个寒弱，什么像那个寒蝉一样不敢吱声。寒蝉是冬天来了太冷了，打颤颤，噤若寒蝉，不敢出声。你哪里是道啊？你哪里是佛啊？你哪里是先知啊？所以大家要不要再去用宗教给自己贴个标签，用宗教去束缚自己的思想，束缚自己的翅膀。记住无我，这是我们必修的第一堂课，也就是区别正与邪的最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人无我，法无我，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那个灵就是这样的尽虚空变法界的一种无量的光。它大的时候尽虚空变法界，小的时候拿如芥子不为小，今天科学家讲叫零点儿。零点儿，这个点儿有多大？哎，我们借用现代科学家的说法，最近因为网上有人批判我，说张卜生这个把玄学跟科学搞在一块儿，不伦不类，这个是误导大众，这个学科学啊，耽误大家学科学。实际我早都讲过了，佛学、道学，包括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传承的这些学问，都是远远超越现代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这个我早都专门讲课了。也就是什么意思？你现代科学太丢人了。为什么丢人？你只能搞4%的东西，你是不是太丢人了？这个世界，这个这么大，宇宙这么大，你现在科学家口口声声所谓所说的科学，你只能研究物质界，物质界的东西只占宇宙中的4%，还有96%的东西你不能研究，你知道它真实存在。现在科学家比较老实，这是很可爱的地方，哎，他知道有96%的真实存在，但是一无所知，知道它存在一无所知，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以前他不承认，以前把科学说到是万能的，今天他承认了他无能，但是他还在攻击我们这些讲玄学的人。玄学是什么？不是玄之又玄或者玄乎的学问，是讲四大类物质，物质、暗物质、反物质、反暗物质，囊括四大类物质，囊括天和地，包括人三才，还有3000个大千世界，可见不可见，可知不可知，叫先知。是不是？是这样的，远远超过现代科学的技术和方法的一群研究者。谁更伟大？说是这些玄学的研究者，佛陀、释迦牟尼、老子、孔子、
历代的玄学的传承者相当伟大，超越了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可以解释 96% 世界真相的一群伟大的实证者，所以他们的名才2000多年甚至5000年7000年不毁坏，那些所谓现代科学家几十年淘汰一批，几十年淘汰一批。所以说我是不是一个科学家，我给自己贴的标签，我不是一个科学家。你们要学科学，细细的去学科学，应该找科学家去学。要学玄学，找张卜生，掌声一下，他死气沉沉，多没意思。你要超越他就跟我学，不想超越去找那些科学家，去读研究生、硕士生、硕士后、什么博士后去研究去。但是那种大学多了去了，看看你研究一辈子死了能不能研究出个什么东西来。我们要感谢科学，没有科学我们活着不像人样子。我昨天看到一辆老爷车啊，老爷车知道是什么哈？30年前还是20年前的那个老爷车，我下车停在旁边，哎，一个有趣的事情被我发现，那个老爷车你们知道后面要把前面椅子推倒了，它才后面才能出来嘛。结果那个推倒的椅子上面插了一把扇子，那个婆扇知道吗？哎，那个野草编的一把扇子。哎，看，哎，这老爷车应该是很有讲究的吧？再一想，为什么插了一把扇子？哦，空调不好使。就是气儿笑了一下，原来是很贵的一个老爷车，坐在里面还要自己扇扇子。我们以前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我们新加坡老人是不是热的天天扇扇子？对，到处找风的呀。生与死，生你就要快快乐乐、舒舒服服的。哎，生着快乐，不能找烦恼的。啊，是不是？哎，我想，哎，我们活就要把科学利用上。现在的科学有飞机，有轮船，啊，有高铁。等等，给我们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使我们活着比以前的皇帝都要自在。以前的皇帝还没有空调呢，皇帝还没有电视机看呢，更没有手机玩呢，对不对？啊，你们现在活得比他们快乐，这要感谢科学啊！没有科学，我们哪有今天？但是不能够仅仅的满足物质的这个快乐，所以说我们必须解决活着先死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死不是让你真的去火化了自己，真的把自己埋在地里，这个叫涅槃。活着死叫涅槃。很多人把这个法师这个仙逝了啊，说成什么涅槃，这是不懂佛法的人。这个涅槃是活着没有呼吸你还活着，活着没有心跳你还活着。死人就这么个指标嘛，就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死了。说现在很多冤死鬼撞车了，砰，猛烈撞击，啪，魂魄出体了。恐怕这一出体了，这个躯壳就没有神了。我们人活着就两个东西，你记住，怎么证明你活着？你们知不知道怎么证着你活着？你怎么是一个死人？怎么个活人能不能分开？你们这惨了，你们怎么蠢到这个地步，连死活都分不开了？那你们还是个人吗？连死活都分不开了？死人就是没有呼吸了吗？没气儿了吗？是不是？然后没有心跳了吗？没有脉搏了吗？啊，这就是死人啊。那你如果没有心跳没有呼吸，
你还没死，这个叫涅槃。这个涅槃是什么呢？你们大家都知道有一种蝴蝶，蝴蝶化蝶之前它是要在一个茧里面，对不对啊？在一个茧里面，所以是这个在茧里面这个虫子啊，这个看这个，这个在茧里面包着，有没有呼吸啊？没有呼吸，不透气，哪里有呼吸？所以是你从茧儿这能不能看到他的心跳，也看不到。说一个涅槃者他在做什么事情？在完全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这个状态里面，完成自己从一个人化神仙，化成仙知，化成一个活菩萨的方法，这个叫涅槃。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动不动开个门出去溜达一圈，那你这个虫子它要化成蝴蝶，哎呀太难受了，开个口吧，出去溜达一圈再回来，那就变成一个死虫子了。它完全不能化成蝴蝶，不能化成蛹，也不能化成蝴蝶。说是老师教给你们在死的技术的这个方面，将来要教给你涅槃术，只有在涅槃术的这个方法下，你才能够完全使自己的这个壳里面的有用的东西，然后都把它化到一个光陨身里面去带走。这就是传统圣者所教的报身成就法。也就是我们普通人，你就是个毛毛虫，你不能够飞仙，你不能够得道升天，你不能够化变成报身如来的原因，因为你们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师父教给你涅槃术，教给你指一个壳自己进去化成永生不灭的报身佛的方法。所以你只能变成，只能作为一个虫死去。这就是什么毛毛虫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人活着来干什么？活着你要好好活着，为什么？因为要好好的利用这口气儿。你没有这口气儿，你就活不好，上气不接下气，你就喘得难受，五脏六腑的气儿不顺，你就百病丛生，五阴之生苦，到处都疼痛难受。这是因为你内世界身体里面的天地人三才乱了，不顺了，这是你的正报世界出问题了。本来它是顺的，什么怎么知道它是顺的？你小时候哪有这些病啊，对不对？快快乐乐的，每天过一天，快快乐乐的。那个时候是五脏六腑都是鲜活的，你的医报世界、正报世界是庄严的，就是小孩子，你看他身上亮亮的，没有像我们又是老年斑，又是什么这一块那一块的烂了、肿了，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系统，天地人三才系统是好的，是没有紊乱的，没有混乱的。那么后来为什么我们会混乱了自己的天地人系统？因为你多余，余妄的余，多余以后，那你的小脑袋就开始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去开始耗散体内的气。气是什么？气是明德啊，气是能量啊，是透明的能量啊。所以你耗了明德之气之后，你的身体就开始变黑了。黑的再厉害一点，就皮也干了，皱纹也出来了，老树骨藤昏鸦，树变成老的了，叶子落了，花不开了，果儿也不生了，那个常青藤变成枯藤了，一点水分也没有了，昏鸦，这个晚上树上的乌鸦本身是黑，现在更黑，叫昏鸦。你看哪有一点生气啊，都是死相啊。死相的原因，你失去了那点气，那个明德。所以是我们要知道生死技巧的人的窍诀，无非是调两种东西，一种是气，一种是神。神气合一，这是生命之根本。气怎么来的？这个气呀，明德之气，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是。咱们能够彼此见面，因为我们之间是透明的气，明德之气，透明的，所以是你可以看清我，我可以看清你。这种气大，包虚空，小，五脏六腑无处不是，细胞里必须充满它，不充满它，那个细胞就成了黑细胞，就成了死细胞，就要生病了。五脏六腑都是细胞组成的，细胞坏了，你的五脏六腑就开始坏了，五脏六腑坏了，和五脏六腑相关联的眼耳鼻舌就开始坏了，腰也疼了，腿也疼了，酸了，没电了，快当机了，赶紧充电去。用电来形容，实际上就是那个明德之气。所以是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把这个明德之气聚于体内，充满你的细胞，充满你的骨髓，而有一些人就不能够呢？古人说得好，是因为你体内没有那个磁铁，没有那个磁石。磁铁大家知道吧？有个磁铁在那，啪，周围是铁钉、铁销，啪就吸进来了。说我们这个人离不开这个气，怎么样使气能够聚来我们这个生命体，使你的生命充满活力，充满青春，充满朝气呢？哎，你要有这个磁铁石。什么是这个磁铁石啊？神，记住神啊。提到神，大家就不怎么神了。为什么搞迷信？你张老师又搞迷信又提起神，你记住中国的神字里面哪有迷信呢？你告诉我，中文字的神大家还会写吧？有的人希望我在黑板写，我不再写了，我在你的心上写。你们听一堂课以后就当一堂课，听不进去拉倒，听进去就是你的。是不再给你们 DVD， 不再给你们重复这些东西，大不了复习功法再重放一次，因为我希望我讲到哪儿，它就变成你的，不要再等着复习。我跟熊老师怎么学的，我当时都教过你，告诉过你们。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啊，腰已经是变成老锅腰了。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时候这个花天酒地，中国刚开放，我是个小老板，整天天天夜总会歌舞厅吃，喝完酒去跳舞唱歌，半夜三更不回家。哎，不用半年这腰就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是这个样，变成这个样子了啊。
然后想我三十几岁这一辈子就变成个老锅腰，这不完蛋，支不起来，找什么医生说这都没用，就这一辈子基本上就这样了。西医更是说没用了啊，实际上找到师傅，师傅才告诉你这个就是气不足嘛，你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不就是气垫吗？啊，骨头跟骨间要有垫儿啊，垫儿就是气垫，有一种船叫气垫船，在陆地上可以漂，可以当水里开一样的，它底下就垫一层气嘛，当然就可以跑了。所以师傅说练气，教你方法练气啊，练气就要练神啊，有了神才能练气，不然谁来练气啊？你大脑练气不好使啊，手练气不好使啊，腿练气不好使啊，没主人啊。说这个主人是什么啊？神仙的神，大家会写吧？只点头，不会写。为什么？我们今天人已经变成平面思维，古代人是立体思维，立体思维加一个时间就是四维思维，三维是立体，这个是三维啊。这是你们看神的时候是一个平面的田字出头，是不是啊？这就是神。但是你需要把这个田字变成一个立体的，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盒子了？这就叫六合。六合是什么呢？天与地合啊，四象合，东方跟西方合，南方跟北方合，天跟地合，为之六合。六合之内会产生什么现象呢？六合之内，天跟地合，大家知道一个阴电子和一个阳电子碰撞会生成什么？电火花。那个电火花在我们这个玄学里面叫光，光点儿。说是天与地合，合成一个光点儿。这个是一个阴电子一个阳电子，现在真空能量里面讲的会湮灭，就是那个正粒子也没有，负粒子也没有，碰撞啪生成光，光融合到明体里面，那么变成能量，物质消失。什么是神？什么是神？能够让天地合的那个东西，能够让四象合的那个东西，有了它，它就像磁铁石一样，天地不得不合。有了它，它就像磁铁石一样，东西南北不得不合。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不是东西，那个东西就是透明的一点光，一点光。这个光到底有多少？所以是大家看大海里的水，一个氢二氧一为一个水分子，最小的水分子单位，整个大海就是一个水分子两个水分子无缝连接形成的海洋。但里面有多少个水分子啊？无量，你去数去，我数不清楚，所以叫无量。那么天跟地之间，我们所生活的虚空有多少个光点，有多少个光子？今天科学家叫它光量子。量子多大呢？头发梢的百万分之一，是不是？那么我们生活的虚空世界就是由这样的无量的光点点组成的一个虚空法界。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什么都没有，你就空了，你就虚了，你就不实了。事实真相是什么？是有无量个光量子连接成的虚空法界，里面是
充满着满满的能量的。这种能量化生了宇宙世界的万物，万物都是借着它而生的。这个它在我们传统教育中叫道，一阴一阳为之道，就是物质和暗物质，物质和反物质湮灭形成的光点，原本是空，后来生了，生了以后又湮灭了，又还归空。原本空不空，里面有能量，化生了，化生了，物灭了，它回来了，它又不灭。这就是空和不空的道理。你不要以为空什么都没有。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光点进虚空什么？变法界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怎么使它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让它做磁铁石来吸气。这个光点叫道，这个气叫德。道生之，德续之。没有德的明德能量这个气来聚这个神，那么神气不合一，万物不得以生啊。所以是这个神就是这么个东西，不是你们认为的长着个什么样的就是神。那是什么？那是地神、天神、法界、阿罗汉身、菩萨身、佛身，那都是神示现的，神光示现的，示现成身，化成个人就是人的样子，就是神人，化成个狐狸就是狐狸仙儿，神狐狸啊。所以大家要懂，不要搞迷信，动不动这个神厉害那个神厉害，实际上你最厉害。为什么？你把个人都造出来了，你不厉害啊？你是人造的，你记住，谁造的？你自己造的，不是我爹妈造的，不是，是你自己造的。你如果没有那一点灵，你爹妈造不出你来。男女两个老是欢爱，能生孩子吗？那能生孩子就不用说有不孕症了，这是不是人造的？是你造的，你自己的自神而神，聚了气，化生了你。说这就是什么？这是宇宙天地的生的实相。死的实相，我这里所说的死不叫涅槃的死，死有真死。有这个活着死，真死了，你六道轮回去了。活着死是涅槃，你六道轮回的死，就是你这一点灵光携带着多少世的父母给你的东西去转世轮回了。因为你那个中央那个磁铁石还在，吸了一堆东西。这堆东西跟着你这个零点去转世轮回了。我们修行人，重视生死的人，懂技术的人，无非是使这个磁铁石吸的东西把它变成光，化成光，化成光就空性了，就没有因果了。没有因果了，你去哪里轮回转世啊？你没有做猪的因呢、啊？没有做人的因啦，没有做恶鬼的因啦，没有做天人的因啦。这个因是什么？基因。我们今天科学家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基因。说是你没有天的基因了，你不会做天人；你没有人的基因了，你不会做天人。无论六道众生是什么样的外向形状，实际在基因里面就是那么个基因链条，就
这个链条我以前讲课也给大家讲了，很简单啊，基因链条就是一个天链一个地链，这就是现代科学家牟尼的一个 DNA， 又叫基因链条。是一个基因的这个链条像拉链一样，它是双轨的，一个拉链向下走的时候，另一个一定向上走，那么这就是天和地相交，万物生焉啊，是天地相交产生的万物的基因，由基因诞生了万物的生命体，变成了六道众生不同的形象，蚂蚁的基因造了蚂蚁，人的基因造了人啊，说是这是什么，这就是因果的因，又叫种子。那这个基因为什么会纠缠在一起，现在叫量子纠缠啊，它实际就是一个向下一个向上搅和在一块的，我们叫纠缠在一起了。为什么会纠缠在一起，中间有个磁石吸引着它不能分开。这个磁石有三种颜色，一种是透明的，一种是黑的，一种是白的。黑的我们称为黑子，是恶的因子，白的呢是善子，叫善，你做善形成的因子，透明的才是无善无恶的原本的明德基因。只有明德基因才能够使这个基因 链条恢复成透明的基因，透明的基因生出的细胞就是透明的细胞，透明的细胞生出的脏腑就是透明的脏腑，透明的五脏六腑细胞生出来的众生就是透明的众生，就是金刚不坏身，就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基因，这就是阿罗汉，这就是菩萨的基因。你的肉身已经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了。哎，就这么个事儿，你搞清楚了。然后呢，如果这里面都是黑子组成的基因，哎，它就重啊。黑不拉几的，外面的本来是透明子光明子，染上一堆黑不拉几的，它就重，重它就沉降，沉降就是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的基因，说恶多善少三恶道众生。如果里面是白子多黑子少，它就清净者上升为天，但是它因为不透明，所以它还在里面滚，所以它在六道中它就上升做天人阿修罗道，变成他们的种子。哪里是佛让你下地狱的，哪里是什么神仙管着你下地狱的，就是自取，痴心自取，结果自得，叫功修功德，婆修婆德，叫不修不得，这是你自己自造因的如是果啊。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基因的这个发现，它进步了，但是离我们玄学师徒传承讲基因它差远去了，他哪里知道里面有黑子白子透明子，他讲不清楚哪一个基因异变，基因突变，基因什么东西啊？癌症细胞是由癌症细胞基因生成的，是不是密码形成的，怎么形成的，哎，拉链，拉链你这一拉整个拉上去了，中间断一扣慢慢拉还可以拉上，断两扣慢慢拉还可以拉上，
只要你断三扣，你回去实验，连续断三扣拉链，啪，整个裂变，基因裂变，基因突变，变成黑洞，吞噬你的好细胞的光，使好细胞得不到光的滋养能量，裂变成癌细胞，快速的肿瘤扩散。这就是真正的慢性病、恶性病，这个癌症，这个人类天敌的原因。为什么？里面的黑子充满着，作恶多端。这个基因来自你自己的今生的基因，但是也有继承着你父母的基因。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半的基因来自父亲，有一半的基因来自母亲。说是父母的基因会遗传给你，这就是父母的业债和善，善和恶会传递给你，通过基因给传递给你。那么在研究的时候，我们还发现除了父母基因，还有你过去是父母的基因，通过你的神识身，你这一生父母给你的基因只是肉身携带。那你上一世你有个磁铁石，吸了一堆东西，这个按照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定律，你一定会带到今生，除非你不承认有前辈子，如果有前辈子一定会带来。这就是你的神识身，又叫灵魂身，携带到今生，和你的肉体重合，因为它变成了你一个细胞里的细胞核里的东西，也在释放。所以是你身上有过去七世父母的基因对你影响最大，今生第八世父母的基因对你影响最大，还有你这八世里面制造的因果变成的黑白子和复原的透明子，影响着你今生的事情的顺利和不顺利，身体的健康和不健康。说是今天科学家只研究你父母给你的基因，不研究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你的基因。那么我们有传承的玄学直接研究到什么地方呢？你今生父母的九族，父母有父母，父母的父母还有父母，往上翻九族。为什么翻九族啊？我们在研究今生，我们在教学边教学边研究的时候，我们证实基因的这个传代它是次方级的传代，就是说从你九族第一组传下的东西来到你第二组是二次方的这个倍数，到三组的时候是三的三次方，就变成九倍了，到第四组的时候就变成16倍了，九族到我们这是981倍，是个善变成了一座善的山，是个恶变成了一座恶的大山。说是中国，我们马上要到清明节了，中国清明节这个中元节这个四大祭祀节，重阳节，冬至节，为什么特别重视祭奠祖先？祭奠祖先是今生父母的九代祖先，那么加上过去的七世父母，这是传统文化懂行的人要祭祀，不是光祭祀今生父母的祖先，连过去七世父母的九族你都要通通清理啊。我们这个带队去了咱地球上最长的一条龙的龙脉啊，那东北龙啊，也不是最长，实际还有更长的，只是说它很明显。我们去看东北龙的时候，从第一个龙穴发点
只是一块讲台这么大的一块石头，那是龙穴点，就在那儿，我们就在那儿修炼。赶到我们走他第二代的时候，他到了哥伦比亚冰原，他就变成一个比我们这个房间还大的一个小山包了。赶到我们到班夫他的第三代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像我们五级芝麻山那么大的一个小山包了。最后到九族传到这个温哥华的时候，已经变成方圆100英里的一座巨型山脉了，就是叫松鸡山。这是我们带着这些学员去砍鱼，砍鱼就是古代的风水学，就是大地龙脉的风水，不是光你家的那点风水啊，这是大的风水，让大众去看，震撼，很多人信了。那么实际上龙脉是这样的，九的时候的九次方，它的这个基数是这样，我们的业力呢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孝道，这个孝道不是为了你祖先好，这个孝道是为了你自己好。也就是你在九代祖上飞走了一个小黑点的业力，你这里飞了一个什么走了？飞了一个山走了。说是不是不可以一生成佛的，你要从九族那儿开始修。说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立的牌父母四姓列祖列宗啊，每次我们都是为九族消业，实际上是希望你这一生花50块也好，100块乃至1000块，你做的那点功德你不要留，你给你的九族第一族，让他的那个业债大量的飞走，那飞走一点你这就走了一座山，再飞走的一点你又走了一座山。说真心能尽孝的这几年都好起来了，反倒还不信这个道理的，这都还那么回事儿，为什么你不信啊？是不是？当然有一些事儿不好在这讲啊，但是真正跟我们走到今天这7、8年来走下来的人见证了，真的是这个样。这个你不能叫做玄学，科学，科学解释不清楚。说你叫他科学，人家科学家也不干，他科学实验做不出来。但是我们真的通过玄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玄学，中国8000年传承下来的易道文化，一是周易的易，易道文化见证了这是真实的，这是医报世界外，你身体外的世界的规则和法则和规律，遵从的人他就得益，不遵从的人你就不能得益，这就是技术，这就是技术。我们为什么设5年级的课程？你这一生要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解决生和死，生活着快乐，死活着死。这个活着死我可以先揭秘是什么，这个在藏传佛教叫牵屎筏，把你那个磁铁石在心中心里面把它弹出去，之前磁铁石在体内完成体内神气合一，你可以使自己肉身正报世界不生病，可以这个快乐，五脏六腑都是健康的。哎，这只是解决了一个正报世界。说释迦牟尼在经中告诉我们，你只能解决你内在的世界的东西，你不能在身体外去转物，把物理世界不本来不属你肉体空间里的东西，在外在的世界你必须使它能够转变，心造万法，你要转变它，你如果不能转变它，你就不是圣人。
你只有转得了外在的物的人才堪为圣人。说是我们如果不学会活着死的方法，你不能转物，不能转身外之物使之变化。身外之物的变化，要晴天它就晴天就来，要下雨雨就降下来了，要刮风它就刮风，地水火风空这个五大啊，随意随着你的心意转换，这就转物了。什么原因呢？说是内外两重大天机的内天机神气合一，安置在身中身心中心中央中那个点，这个随着课程的深入，我慢慢带着你们去练出来，还不是只告诉你，只告诉你没有用。你知道怎么炒菜，你绝对炒不出一道好菜来。你知道怎么包水饺，它不可能包出好味道来。你非得千变万变的去训练它，最后你才能够真实的成功。是不是要知道自己那个真正的我在哪儿？你不是知道它，你是要亲见如来。你要见到那个磁铁石，找到那个神儿。我们山东老家不叫神，后面带那个儿音是什么意思？神后面一个儿女的儿。所以说我山东老家师父教我的时候说，你那个神儿啊神儿啊神儿啊眼神儿啊耳神儿啊心神儿啊，它是神儿的谐音联合发音叫神儿。我现在懂了他为什么叫儿，因为他很小，是小不点儿的啊。所以是那么他小可以小到多大呢？多大呢？头发梢的百万分之一的儿，小儿啊。所以是古人说那个尖尖针尖儿，针尖儿里面的尖尖，那个尖尖眼于苍它就是苍，眼于红它就是红。什么意思？你的那一点神儿，那一点灵，它染红它就是变成红色的，它染白它就变成白色的。你说它原本是什么色？透明无色。那个尖尖，那个尖尖就是你的神儿。你在内你可以使自己不死。我们这个人要改变自己的生死观。之前的人，你们这些可能有一些跟我年纪相仿的还记得人生七十古来稀，也就是我爷爷那一代活过七十的人很少，大概五六十岁，六十来岁基本上就老得不行了。你们现在中间很多六十来岁的就跟大姑娘似的啊，现在还神气活现的，不着急死，因为要改变了。为什么现在的话我们新加坡的平均年龄是83岁，83岁意味着很多人还没活过70岁就死了，那意味着很多很多人超过了90岁，平均才到83岁吧。我们在温哥华的话那个地方的气候好，哎，那100岁 老人到处都是，基本不是个什么稀奇的人了。我们以前活过100岁就觉得老这个了不得，时空变了。说是你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时针调一调，调到多少岁呢？160，掌声一下啊！调一调，心造万法，能调，不要挤着死。为什么？你好不容易找到张老师了，找了好几辈子了。找着了就死了，这多远啊！不能死，什么时间可以死？活着死，活着死成功了，生死自在，不想在人间去别处修炼去。这个叫牵使法，也就是要把这个神儿灵起来，这个自己的磁铁神儿灵起来，灵起来以后不是只是在身内守住这个臭皮囊让他不死，你还要使这个神儿到头顶外去，
叫外其身而生存，就是我在这个身体外生存，外其身而生存，永生之身是这么来的。那你能够把这个体内的这个磁铁石给吊到顶上去，在外面完成外层大天机，就是医报世界的天机。这个天机是什么？是什么？白教了，这一晚上讲了半天，神气合一。我跟你讲，你要活着，你就是神不离气，气不离神。记住了没？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堂课，就是你后面21讲，我都是围着这个在训练你们。神他是动不动就喜欢外跑，他一跑气就散了，没有磁铁石，磁铁铁就不会聚。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需要你那个神儿安置体内的内世界的医报世界里面，那么天地悉皆归。否则你没有完成这一步，你就睡着了，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个昏迷嘛，昏睡嘛。所以是内天机，大家知道了，外一重大天机就是在外面使自己的神儿和气怎么样合，神气合，神气合以后，自己什么神外面的神和气不散，就完成了第二重大天机，内外两重大天机，也就是正报世界、医报世界的天机，都在机是打枪那个机关，枪很重。炮弹也很重，你按开关，通，它就出去了，万吨炮弹就可以跑了，飞了，让炮弹飞，哎，飞起来，你要按那个机关，那个天机就是那个开关，你只要把神气聚在一块，内神气聚，外神气聚，天地什么？悉皆归，3000个大千世界里的所有的正向能量明明德都聚在你的神体里面，你就变成无量光身了。内身无量光身，外身无量光身，你不就是阿弥陀佛了吗？你不就寄身成佛了吗？所以有人懂得内天机，不懂外天机，但是这只是理论，怎么做？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要公开生与死的技术，要有手段和方法，不是光知道了过过瘾，这一辈子要把它练成，这练成了，你这一辈子就生死什么自在了。古人的生死自在是这样的，当他觉得尘世间的事情了了，跟儿女的缘，跟兄弟姐妹的缘，跟此方世界众生的缘了了，他就把家人叫来说，3天后我要走了啊，你们给我办丧事，不准哭，我要什么样的棺材，什么样的被几床，什么样的衣服几套，然后几时几分我要走了，你们去安排去。到那个时间真的走了，为什么？预知时日，胡说八道啊！你如果是个凡夫，你没办法不知道阎王什么时间来，你只有不受阎王管了，你想什么时间死那你说了算，你不能够活着死，你绝对不可以做到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你做不到。说是我们把几千年来师父们给我们的宝贝，我们传承到今天的宝贝融合在一起，不是宗教，不是知识，不是让你们听着过瘾，是要学会着去用，用了这些技术，第一时间就开始调自己的时空指针，就是把寿命调到160，调到160，你们在座的大部分人还有整整100年的时间，这100年的时间应该够了，那就可以随时的神仙满地走。
什么叫神仙？就是外其身而生存的人，就在身外有身的人，能够在身外具神气的人，啊，他并且可以根据众生之所需具神气于三千个大千世界，那就是佛了。具神于这个色界顶天，就是阿罗汉。具神于这个我们的这个色界究竟天的啊，就是菩萨，就是你有一个不死的身，肉身可以不要了。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肉身也不要了啊，未必是要带着这个肉身。耶稣基督光化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很形象，在圣经中有一段记载，他这个三天后复活了，肉身不见了。肉身不见了以后，这些人以为被狼给吃了，到处找。后来他就示现他的肉身跟光身合在一起成光了。成光了，他的这个弟子就想去碰触他的这个光身，他说你不要动，我还没有到父那里去。什么意思？他的肉身和光身结合以后没有金刚不坏，你碰了他叉就像一个东西被你碰碎了，他就跑了啊！说等我从父那再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们握手拥抱了。后来他就见了，告诉他们说我没有死，我乃是获得了重生，我要回到父的国那里去。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门徒没见他，就说这个这是幻觉，你们这些人呢，都是想老师想得太厉害了，然后都产生假幻了，这个叫集体假幻，是不可能啊！但是咱们的夫子怎么可能就这样成道了呢？啊！结果是夫子就再次示现呢，结果他说嗯，我也换了这一次，说是刚讲难话的人就是这么可恨。然后夫子就问他说，耶稣就问他说，你怎么样才相信是我呢？他说夫子啊，你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是有钉眼的，这个手上是有钉眼的，脚上是有钉眼的。夫子就说你看这是什么，他一看真的是钉眼儿，是光的身，真的有钉眼儿啊！他就相信老师是肉身重生的，乃至合着肉身重生的人是先知。说是大家读到这儿的时候都觉得是什么，是那些人在神化他们的先知，实际上是你们在用小心眼儿。两千多年的人很淳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是我们今天的人可以什么心跟口完全不一样，这是很难练的一种功夫。什么心里怎么想，嘴上不这样说，嘴上说的绝对不是心里想的。心口不一，这个功夫在古人呢很难练。在今天到处都是，就是心口不一失去信的一群人，就是我们现代的人。你为什么会失去信呢？是因为你固执己见，先入为主。这在佛经上叫知见立知，是谓无明之本。你为什么会无明？因为无明我们才有十二缘起，我们才有生老病死。无明怎么诞生的？因为知见立知是为无明本，无明是因为你知见立知产生的。知见立知就是你们用人的思想，用人的言语固化了很多的概念
人的规定，没有打破这些人的规定，还依附于这种规定，捆住了自己天使的翅膀，捆住了自己看到实相的这个眼睛，遮住了你的眼睛。信是什么东西？信就是真的，没有让你信张卜生，没有让你信你的教主。逢是让你信教主的人，逢是让你信一个人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16世纪布鲁诺哥白尼的徒弟布鲁诺被教会烧死了，他会犯了什么错会被教会烧死呢？因为他说，我的老师研究的结果是地球围着太阳转。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体是围着地球转。哥白尼最后研究证明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布鲁诺在宣教他老师的研究成果的时候被烧死了，烧死的时候万人欢呼，全城空巷都去看他怎么被烧死，烧死的时候在唱着赞歌。一个异教徒，一个邪说者终于被焚烧了。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说明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人类达成的共识未必就是真实，你们以为真实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被人下了套的。你们钻进套子里的人，说是知见不离知，可能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可能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让事实说话，这叫知见不离知，最后见宇宙真实相，生命真实相。信是信这个真，信这个实，不是张卜生说了就是真理，李卜生说了就是真理。在释迦牟尼的涅槃经中告诉我们，一法不以人，不要以谁说了什么东西而去信，你是迷信。我们今天所有的宗教走入没落，走入邪端异说，乃是大家信了人，没有信真实相。就像16世纪整个这个天主教徒的黑暗时间，因为信了教皇，教皇是神的代言人，是耶稣之后的神，说是他们信了这个人，这个人又愚昧的去相信那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事实，导致着整个16世纪西方的思想的黑暗，大家都搞迷信，信教主，信这个这些传教士的所言，说把布鲁诺给烧死了。今天我们很多佛教徒依上师，依这个上师，依那个上师。门色仁波切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告诉我们，谁是你的上师啊？你的上师乃是那个指示你见到自己真正上师的人，上师引导你，不是让你信他，是真正要见到自己内在的那个上师，不是外在的有形象的上师，那内在的上师是无上师，是佛，是如来，是你自己的无上师，是你自己的上师，是你自己的佛，是那个空性无相的真正的上师。
我们今天整个宗教界乌烟瘴气，黑暗一片，然后一个人树立着做你的上师，引导着一群人去搞迷信，搞个人崇拜，组织崇拜，帮派崇拜，相互攻击，这哪里是佛门弟子？不让信道，不让信基督，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不让信佛，不让信道，道教的也不让信佛，也不让信天主，这是人在搞事，依法不依人，信就是事实，事实就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这是不是事实？不是事实，这是现在这个时空的事实，再过几十亿年太阳爆炸了，地球不存在了，哪里有地球围着太阳转？你以为真理有永恒的吗？真理只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当下一种存在，不是永恒的。永恒的是所有的东西都从空性中化出来的，道生之，德续之，物行之，物种不同的基因成了不同的物，气成之，物行之，气成之。人同样是个人，有大气的人，有小气的人，有没有气量的人，还有气死人的人。我希望你们不要做气死人的人，要做有气量的人。君子不气，做君子，君子不固化自己，随时的从我中脱出，变得无我，进虚空变法界一个大我，来包容宇宙，包容众生，包容这个世界的，包括六道的所有的众生，不是只是在乎人类，还在乎蚂蚁，在乎病毒，在乎各种各样的有生命的有情物，和我们所依靠它生存的无情物，气世界，大山不能炸，河流不能填，这个地球要保护，这个宇宙要保护，这是一种大气量的君子，不是只为人类，不是只为自己的小家庭，不是只为自己的小群体，这才是君子不器，器皿的器。他为什么不器？因为他是和整个法界一样的，他是无量的，这就是君子。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我的这个我执中脱出来，然后还原到无我真空，用这样一个无量心，然后去学习，去做人，去完成生和死这两件大事，让它究竟圆满。活要活得像人的样子，既然是人，就要照顾六道众生，都是天父地母所生。既然是人，要照顾三千个大千世界的无量世界，不是仅仅一个140亿年的小宇宙，是无量的宇宙。我们是人才能学习，我们失去人身，虽然是六道众生，即便做天人享福，也难以开发真正的智慧。说是人就做个人，就不要浪费人的这个身体，浪费人这个宝器。人生最宝贵的就是你有天地人三才，三个六合体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利用这三个六合体再把自己的五脏变成五个六合体，横向金木水火土五个六合体聚五种能量化成光，
在天颅脑腔聚五行化五光，完成颅脑腔的这个世界的天的这个修炼，在下腹腔聚金木水火土，然后聚成无量光，完成下腹腔地这个世界的修炼，在胸腔用这个六合体完成宇宙万物天地间万有有情无情的共同化光的修炼，天地人三才都化光了，再使神气聚于黄庭心中心，使神气不散，就可以做陆地神仙，肉身不朽，肉身不死，完成外天地的神气相合，你就可以做一个永生的脱了六道轮回的人。内外天地两重大消息都完成的人，就可以做佛，化无量光身，众生当以什么身得度住，你光中化什么身而度化之，这就是生与死的真相啊！所以是大家要牢记，是个人做点人的事情，不然这一世会后悔的。我希望后悔的是别人，不是你们这些真实的来求道者。好，今天的课到这里，谢谢大家啊。